小贩呢是平遥的赤海生，所以各宗庙内底一定有小贩，就是平遥的法师啦。迄是一个平遥真大的特色。过去吼，迄叫做神明点小贩，神明会去来敬家囡仔，讲啊，这个姻缘较好的来敬。但是因为时代即马无共款啊，升学主义之下，所以少部学生，宗庙伊的参悟的热度无像较早。 这慢慢逐渐的现象，就是并不乐观，因为走向那个慢慢消失。自古以来，平遥就是靠海，足侪拢是王爷庙。王爷伫海的来讲。 除了妈祖信仰以外，上大宗就是以王爷。古历大月十八是重光帝威灵殿主神祭祀王爷圣诞，这旧地名号作阿窟潭，所以当地也称庙宇号作阿窟潭庙。一透早，庙方人员就真无闲，除了看贡品，重要的祭祀人员小贩，规工也进行祭祀考仪。 啊，摆伫遮。一般小法的服装，只要伊要演法时阵，伊拢会戴头牌。小法的头牌有五种色彩，代表无共方位的五爷将军。小法咧行遮超赢各界的遮科仪的时阵吼，啊，伊会分东南西北，中五爷的将军吼。 张萧老年里，譬如讲当年张万岁，伊的头牌冠顶就是一个青色的。小法的在做的代志，足侪是大部分的时阵，跟王爷有关系。其实简单来讲吼，神明毋是家己一个人在处理代志，伊爱兵马，伊嘛爱做手，伊嘛爱兵马。各地代表的王爷将军无一定共款，大部分是张萧老年里。 伫平湖当地，塑像会当看到具体的王爷建筑，代表神明的天兵天将镇守伫遮，保护下你避免邪魔侵害。消化嘴干浮水喷向丹前，这个动作合作洗净，是所有仪式的头一步。 小法继续伫内段开边，目的是爱五方兵马开始准备，等待续落来雕爷含点兵训练，一直到雕爷点兵结束，才会进入操营的主要仪式。五爷这兵马足重要，因为 伊是上重要的防御系统，所以伊爱训练。其实甲咱人间是共款的，咱嘛需要国军弟兄甲咱保护。操演其实除了训练五爷兵马，有的宫庙会有机心路段试验消化操练结果。操演结束，刷落来是结界。结界吼，伫这科仪内底吼，算伊会破掉这个血的话。 伊演是算一个你清净发张的一个功用。第二就是，伊演是你操兵演练的一个过程。会使互遮仰望鬼怪看到讲啊，咱遮的兵马吼，算讲战力还很强。你袂使凊彩来甲阮欺负，还是讲出门打吼，啊无阮就对你无客气。平湖小法的科技含社里居民之间有正深的关系。 服务上、义务上无收钱，而且范围正宽，像公共性质的操演含结界，也有较个人性的安厝、受惊等等。法师这个角色吼，算讲，互咱会当看到讲神明在做代志，神明无形体嘛，所以伊伫人间有一批替神明做代志只的人，吼有法力的一群人，啊替神明来做代志。小法呢是平遥的赤海生。 所以各宗庙内底一定有小法，啊，就是平湖的法师啦。
哦，迄是一个朋友真大的特色。过去资源较匮乏的时代，消化是维持社稷和公庙信用的重要特征。在社会环境改变以后，因和社稷之间的关系也出现变化。照例，各界仪式大部分是少年消化进行。不过，去年后窟潭威灵殿兴法的时，所有法师长和资深法师，因为接文界的话，伊嘛是敢一个气球，会去行着法，会可能会去欠着啊，会漏费啊。接武界的话，爱摕请观众头啊来平手，啊，撑过这个皮吧。即卖的环境内底，囡仔生了少，家长吼会较疼惜一个囡仔。惊有诶囡仔唔敢啊，啊用哭诶，也是家长诶唔敢啊，即拢是阮需要去考虑诶一个因素伫诶。地主一心全拜请，礼物。过去找消化诶年纪，一般是六岁到十二岁上济。现代社会对囡仔保护诶意识提悬，伫教诶时爱考虑注意诶嘛愈来愈济。好，蹲。蹲下去，对，啊，身体挺胸，看前面。消化行法拢是烫赤脚，是平湖消化特色之一，所以法师长伫教的时嘛真要求这点。以平湖消化吼，爱系赤裤脚，啊无穿鞋吼，主要是因为如你踏步工的时阵，需要这个接触这个地气。啊，来促成借这个天地之力，啊，来引起这个兴发。这脚不要翘，下去，慢慢下去。只要是你训练，包含你兴发吼，不论这个冬天、热天啊、落雨天，也是透中日头拢同款，都是拢烫赤脚。这个放下去，脚抬起来，对对对。步功是消化训练基本科目之一。科技进行的时，爱踏无同的脚步，时间也真长，所以维持脚步稳定度真要紧。当你翘一支脚，即个脚掌吼啊向下向顶吼，其实代表的是阮一个正，一个四平八稳的意思。伫科仪过程中吼，一支脚压起。因为毕竟你是一个小法，代表的可能都是倒一样的元素。阮这个脚翘起，其实都是太子爷翘脚。一支脚掌翘起来屈背势，比一般屈背势搁较忝。一项基本科目，也是袂少小法认为学习过程上辛苦的。我觉得最困难是蹲马步，因为脚会很酸，然后忍住，因为要屈落去啊。那是在做可以爱一直用足久的，啊，所以脚会足酸的。不过，因也因为训练过程有进步，才有成就感。站得越来越长，然后呢，就是觉得很有一种很厉害的感觉。顺应现代教育观念，法师长在教囡仔时。会采取柔性教导方式。细汉的时阵，你学习小法吼，上基本的无共就是，只要阮屈无好势，先生就会伫后壁甲你咪甲你讲。但是因为即摆家长上吼，你教对这个孩子吼较疼惜，所以阮咧教养上吼，阮嘛是会用解说啊来好好啊来讲。但是这种物件嘛是爱有严格的训练。啊，因才较有一个好的表现，甲一个学习。消化爱学的科目真多，包括念咒、敲咒、使用法器等等。想要熟手，定着爱投资大量的时间和精神。休热休寒，也爱来庙的练习，对囡仔来讲不只啊考验。像是一年啊开始学消化的方圆，受亲人影响，对消化真有兴趣和热情。不过有当时啊，也希望有较侪时间通好佚佗。我有一点点觉得被牺牲，因为这样子没有办法待在家里面做一些事情，或是出去玩。
后骨潭威灵殿的小法，有不少都是厝内人，也是亲戚，原底都是小法才被找来的，也和古早在找小法的方式不同。过去吼，迄叫做神明点小法，因为人多，神明啊，伊会去路段去甲社里徛家，啊，就指示讲啊，即间厝的囡仔啊，有神明有姻缘啊，所以要来经伊来庙的服务做小法。但是因为时代即马无同款啊，所以变成说有时啊，就法师啊，甲即个委员会爱去慢慢啊来找一下。社里的囡仔，还是外社里的囡仔，对这個有兴趣的，啊，慢慢啊来培养。小法的仪式是代表五爷将军，除了五爷以外，也有一位带头的领领，所以一批至少爱有大家。重光里伫咧民国62年，入进马京都市计划区，随望自路范围扩大。不过想要找囡仔，确实愈来愈困难。对阮平阳来讲，马京已算阮平阳的都会区。目前看到是讲，伫马京附近遮的社里，譬如讲阿库潭，也是西湾、东甲，也是南甲，即几个社区吼，较早是社里啊吼，啊，即马住宅区看足快，所以社里的人口改变足大，大部分拢是外来的。所以来讲，要收遮新的福官吼。较困难，因为大部分都唔是咱家己在乡的人，确实有较困难。虽然人口愈来愈多，但是会使来参与的人可能无较早遐多。学者认为，离都市愈近的庙宇，伫传统宗教文化顶端，受外来人口冲击的影响都愈明显。几年前，阿窟潭威灵殿伫清时地府王爷同意了后。开始修杂木的消化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刚好可能身体不太舒服，这边的法师长，他帮我请王爷帮我解决身体一些不舒服的事情。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馈王爷这些对我的帮助，所以我就会想说，那因为知道这边有招小法，那我就只好用这个小小的能力去回馈给王爷，就是这是一个小承诺。蔡文竹学小法3年多，一开始是为着答谢王爷，对小法并无了解，实际训练才知影偌辛苦。小法学的每一个步啊，都是需要很有力道，这样踩起来才比较好看，对，也比较有那个气势。真的去教、去学到每一个动作之后，才知道哦，男生跟女生其实真的有差。毕竟伊若是要有心的话吼，啊敢。敢去表现，其实拢会当做甲足好诶。但是因为女性毕竟伊有先天上诶即个不便，譬如讲天魁诶部分，所以在属性上吼嘛是有伊诶难处啊。受升学主义影响，伫平湖恶吹，甚至找无囡仔学小法的情形是愈来愈普遍。叶兆平是乌坎净海宫的主亲法师，即马伫高雄食头路，只要庙的有闹热，伊就会请假返来帮忙。一返来平湖，伊先到庙的拜拜，一届返来是为着主神文兴圣地圣诞。但这天会出巡定湖，罗车太子、知府王爷、牛人马、文府大帝、文兴圣帝和五府千岁，拢会同齐孙爷绕境。小法当地安中营，开边洗净的动作完成，开始吊营。其他小法做会唱安阳咒语，叶兆平和其他主亲法师卖伫边协助。虽然咱即马厝外，恁无法通甲伊参与，哦，啊，恁就利用这個，若有较大型的活动啊，吼，也是啥，
恁就利用个时间，搁较无用，恁就转来多多少少，吼、哦，甲斗帮忙做啊。其实恁转来嘛无比人较敖啊，因为人即摆人少年个，啊恁较老个，恁是转来基本恁甲斗帮忙做安尼。伊安尼服务则市民个精神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我一向我若有活动，我拢会转来对啊。这是大部分出外庙府人员共同的心声。乌坎静海宫有九个营头，中营一组，东南西北也有正副营八组，都是交予少年少法轮流到各营头进行安营仪式。庙方也会特别安排出外回来的少法执行仪式。会知啊，将九个营头拢巡过一遍，留啊歇一下。下晡小法继续执行草营、结界和造桥等等的仪式。即马当地开团的是乌坎静海宫上少年一批，当地读高中的小法。向平安桥各方位行礼绣水，这个动作是敬桥。所落来其他小法会做伙唱雕牙咒语，目的是请五营兵马来帮忙造桥。今仔日寺庙的大日子，参与的人数较多，不过高中这批小法真紧都要面对考大学的压力。那考到台湾的学校，都要出外读册，人愈来愈少，是当期伫静海宫参与大细项代志的区方群观察到的现象。有大细项的庙会啊，其实拢会用到人，啊，不过即马来看，就是看即马新的一批，因也是甲阮嘛是差不多啦。读书的读书啊，补习的补习，啊，厝啊做工课的人嘛足侪，啊，即马来庙会的人嘛足少的。傅宏文过去也不想要放弃，不过看到小法越来越稀微，也让他决心继续传承。靠近的人不够啊，放下的人不够，那时候就感觉啊，以前的人这么多，现在越来越少啊，较少他们要来吸这个庙宇一块，小法一块，可以出一份力，啊，就出一份力了。以前这个社会环境对南京庙是这么投入的，啊，即马出国的人多，一寡金庙活动有加减有受一寡影响，所以金庙来讲，即马伫平和所在有一寡金庙目前是无消法的，吼、哦，甚至无动机。啊，这个问题慢慢可能会愈来愈严重。自2013年，平和消法被登录作原定不行文化资产。十年来，各种社会因素影响，消化人数愈来愈少。平湖文化局和学者也捌讨论，要争取平湖消化列作国家级无形文化资产。不过，捌担任平湖文化局文资审议委员王文良讲，实际要杀无遐简单。咱的文化资产法内底要求的是，最好有一个团队。或者是一个保存者，会当变成咱指定的对象。那伫平湖来讲，指定多一个，可能并无法度有一个平等的标准。平湖的这个小法可以哦，各间庙拢有无同款的所在，大家法门，大家庙有伊家己的社里的环境，甲这个状况。先生伊在过去咧口传心授的时阵。伊有伊家己的特殊性。同款是伫马京董叔破安排的后窟潭威灵殿和乌坎静海宫，因造桥仪式和平安桥形都无同，但拢有家己庙宇的特色。王文良认为，官方应该考虑改变进程的方式，加强在头帮站。现在来讲，澎湖还有些庙宇，还有些长辈都还在。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要面对的，因为这整个社会形态、整个人口问题都在变化的时候，
如果文化资产这部分我们觉得没有进一步采取相关的措施，可能十年后我们不用讨论了。有学者提出其他的建议，高阳明细汉伫平湖学过小法，即马伫台湾培育法师团，学生嘛袂少。伊讲，平湖小法若想要固定的传承，职业化是会当考虑的方向。咱平湖的这个小法，迄种义务性的，哦，去经庙义务性的家里，义务性的你爱去服务。但是即马工商社会内底，你要讲吼，啊，学这项的是。啊，袂当去转家，啊，就无啥共款啊。台北遮毋是，伊去含人学，去含人学的时，爱就学个即个费用嘛。所以伊家己学出来时，人请去咧，嘛是爱有即个费用可以啊。所以伊是变成一个职业的法师团出来，颠倒安尼呢，才有法度能够永远生存落去。我的看法是安尼。以人数来讲，较早比起是真正较少。但是我感觉即马阿哥咧传承诶，伊是迄种认同感搁较强诶，也信用搁较坚定诶。所以我感觉即马阿哥足侪人在拍拼，我目前是感觉讲，至少目前诶一二十年以来，阮诶核心价值啊，吼，算讲都是来服务诶。制定伫一线服务的小法，配合社会环境，调整招生的条件方式。不过，内在迄份为社稷、民务的诚心和精神，百年来代代相传，毋捌改变。